手六边十只歌，慢慢一代卖。二十四只黑梨在烤馅饼派，当馅饼派烤好，鸟儿放声唱，这不就是国王面前的美味菜吗？国王在金库清点他的财富，王后在客厅吃着面包和蜂蜜，女仆在花园里晾晒着衣服，飞来一只黑鹂鸟呀啄了她的皮。唱一首六边十只歌，慢慢一代卖，二十四只黑鹂在烤馅饼派，当馅饼派烤好，鸟儿放声唱，这不就是国王面前的美味菜吗？国王在金库清点他的财富，王后在客厅吃着